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师。对，现在我们要继续长角森林的冒险啊。那三集就是只有找到三个秘密耳饰杯，对。然后接下来这往下面地图应该会遇到 BOSS 了吧？可是我觉得这个很难吃。哎，知道吗？这种妖怪啊，就一定要聚集他。哎，他走了。呵呵，他不理我。好吧，直接到下一个地图。ここが里で長い間立ち入りが禁止されているロングホルンの森。森の番人になってから今日まで、ロングホルンの森に初めてこんなに近づいた。そうだな。それにここの木はとっても大きくて、空もすっかり隠されてるし、それとくねくねと曲がっている。森が私らを見ている気がする。そう言われれば、そんな気がしてきた。バカワイン、準備できてんの？早く中に入りたくてワクワクしてるよ。以前なら長老に来させてもらえなかった。今回は俺の実力を認めてくれたんだ。私が思うに、ちょうど人手がなかったところにワインが自分で立候補したんだろ？それに、長老はワインに許可を直接出してないんだけどな。そうだっけ？もしディアウルフがまた出てきたら、泣いて俺の服の中に逃げ込むなよな。はぁ、その時になったらどっちがどっちの服の中に逃げ込むかなんてまだわかんないだろ。俺がどうやって桃の中に逃げ込めるんだよ。死ねばいいのに。我真的都去哪里啊？嘿嘿。下面什么？我靠，那什么？蜘蛛吗？这个可以打。哟，吐我！精选的补给品啊，上面应该没东西了。
哦，我看到了，看到你了。哎呦！想吐我。哎呦！我怎么跳不上去那一个？难道我可以跳吗？这样冲刺跳，我冲刺跳我可能。那另外一个嘞，你要冲刺跳吗？看一下。这个不用，哎、欸，应该没东西啊，不要，不看了。BOSS 吗？アナの宅急便です。可以休息，好，休息一下，回个血。嗯，刚才摄影师说游戏应该很多人都第一章都已经玩完了，那、啊、我玩比较慢呐、啊，可能大家都已经先去等不及，先去其他的 YouTuber 的频道看完的。不过这个第一章游戏好像30小时吧，其实也蛮长的。我先不知道玩多久，好像才十几个小时而已，所以还有一段时间。长角之阵时阵到，哦，到了。悬崖吗？哎、欸，不是，哎、欸，这个是什么东西、欸？哇，哦，哦，真的有东西，命运有之碑。然后另外一边是刺，对吧？所以过不去。哦，这边要从上面过了。有改版之后，那个毛毛的攻击力可以杀了一只，杀一只蜘蛛。听来说还不错。他们反应就是难度太高了，说实话真的也是啊，有些人不想要难度这么高，只是想要好好的体验剧情，难度这么高有些人真的会手残。下面有东西，哎、欸、有东西、多个据点啊！アナの宅急便です。哎
欸，我是创哪一个啊？生之战士吧。普通矿石，银粉。哦。没事，我的存档跟过画面就有点久，不知道是我电脑太慢还是怎样。应该不是吧？我觉得是游戏本身问题。硬要说，哟，好，哈，你要吐出啊！你吐吧。我又分血了。一定有东西。哎，真的有东西。这个好像很难走哎。哦，我知道，知道怎么过了。第二个吧。哎，不是秘密的，对不对？哎，还有东西哦。那我们从另外一边。小心一点。不好走啊，还是说上面不能走，走下面啊？哇，还有一个秘密之类的吧？不是，哎呦哎呦，吓我掉！还有，先走上面。吧耶！秘密之杯可以全部回血，原来如此，我现在发现。好，那好，中间这个，嘿，靠背哦，靠背哦，我还想要东西耶！我被骗，我被骗，要重打一次，我靠腰。制作团队，你们太过分了，欺骗我的良心！那我要重新走一次。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先走这个。这个我应该走过了吧？对，走过了。啊，这边有钱，因为那个次长那样，我就会觉得下面是有东西的，有没有？感觉是有东西啊，就想要被骗了，直接挂掉。对，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生气了。超贱的，这很贱哎、欸。OK， 再也不要相信了，因为有时候就觉得下面会有东西啊，就想去看一下。打死，再次，往往快点！OK， 这么这么近，
骗一次。左上角怎么跳啊？怎么跳？有一定有办法可以跳，只是像我想不到怎么跳，有办法吗？可以，可是上面有什么地方？还是上面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下面才不是。其实我不知道欸，搞不好，所以说，你是跳得太快了。好了，反正那个应该不是，反正那个，我不知道是因为感冒关系，因为我记得之前是被刺到的话就会直接掉下去，没办法再就是无敌一段时间，之前是这样。担心下面会直接挂掉，对，直接挂，下面会直接挂。这个啊，如果直接挂就很尴尬了，重走，而且又很长。OK， 这边是那边的。哦，所以哦，其实不用走上面跳啦，其实走下面然后爬上去。哦，可是这边很难过啊，欸，应该是可以的，技术不好。然后这边是 OK， 我知道，应该是要这样。上面就直接过来，不过上面有东西，就是用宝箱可以拿。不过现在从这边直接跳过去拿，从这边跳过去拿，对，这样跳过去拿。OK， 好，那我这不重点。这里有秘密，秘密没有就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哎呦，弄错边。20分钟，要到 BOSS 没啊？应该到吧？走哪里呢？
你想到什么东西啊？蛮好奇的。好，我不好奇了，我不好奇了，对不起。好。这个，这是这样子。哟，这个很难呢，而且下面都是刺，我真的很想去看一下下面有什么东西。这个翻过去又死掉了。哦，什么东西吧？应该没东西吧？不会死了。哦，这边哦，这边可以踩，没东西。哎，你看，那边是有东西是不是？看一下，不下去就死了。哦，还好还好。哦哟，好，强迫症又犯了。近西段，好了，我要直接冲过去了。那边太危险了。我觉得我游戏时间这么长，是因为多半都是我在看那些有没有东西。好，我不拿了啦。就这样。我们走那边超快的，好不好？直接走这边了。哇，你也自卑了吧？是吧？又不是。好。哦呦，这应该就是钱币吧？打不痛啊！哎呦，哎，大平台。咦？大平台？大？我靠，这个怎么过啊？我先没有东西，我想说掉下去就死了。好长的猎物啊！这怎么那么多啊？太不血吧！我，这边小心一点。哦，有一个。
钱是赚蛮多的，没错啦。下面的话，下面应该下去就死了。对，下去就死了。啊！我竟然没死。怎么办？我想上不去了。哇，怎么办？是啊，烦哦！モノ、行くぞ！不要等你们好不好？拖后面。太高兴了，兄弟！哈！哈！人是别胡乱的，那咋啦？刚刚走下面然后死掉了。这个是什么？哦，终于是秘密的之类的。左边还有东西，天哪！下去，千万不要下去，下去就死了。这边什么东西呢？看一下。OK， 这个跳过去，所以应该从这边跳。嘿、hey, ，nice， 你们手上点的、啊，快疯了！啊！气死！哦，我走三十分钟了，因为死了好几次。
服的机会。机子不见了。鸡腿不见了，是什么？妈！哎，临死之前吐我一个，你这个吐痰的死蜘蛛！然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伤我个补血吧，我终于。好了，算了算了，先等我下个地图再说。30分钟了，各位，光从这个地图就花了我30分钟了。到底可以补血没有？哎，有了有了有了。好了，我觉得差不多了。求个喜，求个党。我看那个存档的那个名字有没有换，有换应该就是快到了吧。我们呢，长角之争十刃断。好了，我觉得有没有想说结束这一集的，到了吧？不要啊！我给你准备好啊！好吧，看来是有 boss。怎么都没有语音哎？好了，直接干他就对了。哟，巨大虫虫！こいつは一体なんだ？植物。そうじゃなくて、こういう時はそんな真面目に答えなくていいんだよ。じゃあ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だよ。とにかくどう見ても朝の水まきぐらいじゃこんなに大きくはならないぞ。そんなの当たり前だろ。きっと肉食だよ。肉を食べてるんだよ。僕はいい、僕はいい。ワインが意思の調査をしたいって言ったからじゃん。私たち食べられちゃうじゃん。おお、噛みもしないでごくりと丸飲みじゃん。ああ、とにかくやるしかない。いや。おお。我觉得不甘心啊，那太高了。平台可以上上去吗？可以。别这么轻松哦！我相信以前一定很难打。结果我走了地图走了30几分钟，打 BOSS 打了1分钟不到。变太简单了啦！我那时候应该找你玩的啊。哦哦，摸啊！我们还活着，我们干掉他啦！哈哈哈哈！臭玩意，臭力量，老鸡排啊！没酷毙啊！这不是没事吗？啊、我就知道我搞得定。快点把它卷走，快点，别废话。我也吞过去那个东西。哦，嗯。哦，你还好吧？那个大混蛋到底是想怎么样？谁知道，一定是刺痛女巫的邪恶仆从了。故事书都这么写的，因为杀人杀多了，所以眼睛红红的，一定是这样了。
你到底现在讲盆栽还是讲女巫啊？你语无伦次的你，这我说这活是不能干的。哎，到底谁说吵架掉下什么巨石阵的？啊，是我自己，哈哈，臭阿姨，我刚刚可没多洗衣服哦。别提那个，哎，要命了，真的。臭阿姨，你看那石头上的纹路在发光哎，这就是长老说的石阵吧？嗯，看起来不像是正常的样子啊，不然也没比这个东西更像了。长老不是说那光芒很耀眼吗？臭阿姨，你父亲没乱说话吧？你再说一次，别腻哦。不过这光芒顶多炉火大而已吧。啊，长老有说过，光芒曾经差点消失，对不对？难道二煞图的屁哦，真的消失了？会不会还有别的地方也有这个？要不要我们再进去一点？臭阿姨，长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们来，只有要我们带钱包回去而已。所以这不是多带一点钱帽回去吗？一句话，你要不要跟啊？哦，差点刚才没命耶，不是还活着吗？走咯。哎，受不了你耶，像你这样乱闯，有几条命都不够赔啊。放心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吧。你先顾好你自己的啊。好，放心放心，天底下哪有我们闯不过的关？臭玩意，到时候出事我打死你！欸，不会，出事的时候已经打也打不动了。好了，结束吗？哎呦，哎，结果打三十几秒吧，卷轴卷轴。巨大盆栽的秘密卷轴，打好卷轴之后发现的卷轴需要交给安奈松鉴定。好，我们过去给他鉴定一下。我回来了，嗨，又见面了。发现什么特别设计图吗？嗯，这巨大盆栽的秘密卷轴，哎，你们打败了大爷蝶花吗？对啊，差点都要死掉了。那可是女巫族长在十人段上战斗伙伴呢，你怎么知道？这个卷轴记载的设计题，你们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新武器密斯塔丁开卖。你怎么知道那巨败存在哪里啊？说啊，暗看宅急便，欢迎光临，爱你哦。好，我们先买武器。购买37，葛虚力是强力攻击，虎虎生风，白虎生风。甘俄鲁虎爷将军当年重创血红精灵，奠定了建国根基，衬托之其无勇英姿的服装，今日能生相当受欢迎。我买买虎虎生风，然后我就没钱了。哎，还有，哎，突然觉得钱很重要，真的还是要收集一下。好，我们先装个备装备的，哎，装备这个起，可是哦。看起来一样哈，对，一样。服装虎虎生风，哇！好，卖掉，可以卖吧？不行，卖装备。你跟我开玩笑？你跟我开玩笑？你在跟我开玩笑？不能卖装备，王八蛋！不能卖装备，尴尬了。哇，这个，哎，我都招式蓄力招式换的，也就是说，每个武器的蓄力招式不一样哦，所以它不给我们换是这个意思吗？因为在打不同的敌人会需要不同的招式，是这样吗？土拨王的秘密卷轴，好，好像不能再直接装备栏直接选武器呢，好吧，先这样吧。好，那喜欢每天我换到我频道电影，换到我粉丝也按赞，也追踪这些消息，谢谢大家这一集的收看，然后谢谢大家的支持，拜拜。